三、二、一，来进行今天的美丽球与我，在我们的华山Pop Up Store的揭幕式，邀请大家一起来到我们华山演说上演区。好，左手边给我们看一下。他就说申请很难申请，那不知道是以老萧的经验来说，过去要申请小巨蛋有没有遇到很难申请的状况？巨蛋本来就难申请，这是肯定的，因为一年就几周嘛，每一周都有秀，那一个新的秀就是一周，最少就是一周，因为要搭台还要拆台。那在台北这么多的秀，然后容纳人数其实也不多，1万多2万人，所以本来就很紧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你有安慰他吗？因为他真的好像蛮气的。他气一下就过了啦。然后就是阿寇的事情，你有知道这个消息吗？我听说。前师弟嘛。我听说是。就是你当下有很震惊吗？有很震惊吗？有很震惊吗？你是说他被抓的事情吗？对啊，因为他是他老婆举发他的嘛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听说是这样。那其实，那他要谢谢他老婆了。对，因为老婆勇敢的把他的，可能要修正他吧。对啊，因为我知道他们很恩爱嘛。那我跟和弦也有一些交情啊。然后对，可能在他认为他不觉得他做了什么，我不知道他什么心态，因为他是大麻是吗？对。那这个东西在其他的城市或者是土地上面，他有一些地方是合法的，但在台湾是不合法的，所以就是你在哪边，当然去谁家就要遵守人家家里的规则嘛。那在这块土地既然不能使用，就不要使用。那老婆做的是对的，没错。